叫曾冠宇啊，我从事网络创意方面的工作，目前单身，没有小孩，所以喜欢旅行。3到4公里，唯一成功只有300公尺，中间一路掉，一直换着一直滑，阿公阿妈都比你厉害，其实小朋友都比你厉害，这样咻咻咻这样，然后就棒又滑倒这样。要去欣赏别人的好的那一面，然后。不管是怎么样的困难，都可以爬起来再学习。但是很，到最后终于学会了那一时候是很爽。因为到最后我是那个300公尺，我一路呀呼这样子冲下去，这样子，因为那个坡度最缓，跟最顺。我觉得是面对于困难的勇气，跟自信心变得很强，都要自己去克服，去找药。或者去求助等等，我认为都可以从自我探索的这个过程中去激发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最大的启示就是跨出舒适圈所带来的勇气跟自信心，去探索不一样的环境，然后去看见不一样的人事物，然后自己去打理食衣住行的各种状况，迅速的去解决困难，那么是我在这一趟旅程中所得到最大的启示。我认为这适用在台湾的生活，适用在台湾的工作。